灯光聚焦安静的可乐瓶，吃饱喝完离家有3公里，末班的公交107，现在开不到你那里。我试着找些分身的事情，熟悉的肖像，如果记得你，是不是让你难堪的痕迹？关上了门，锁住回忆，麻醉人的还有手机，调整姿势，期待会有睡意。这样一个特别普通的夜，莫名其妙又想你好几遍。我往前看你，却抓不住你，未知和诱惑横隔在我们之间。这样一个特别普通的夜，翻来覆去又到了3、4点。